麻辣虾味。依旧是给你们发三罐啊，我盘里两罐，一罐里头特别多。你看，我这么大盘子，两罐就装满了。它这个虾尾有点像那种，就是麻辣鸭货那种虾尾的味道，但是也特别好脱壳。不是那种特别辣的，而且虾尾也挺大。这虾尾一吃停不下来，我每次看电视都能吃两罐，不知不觉就吃没了。